你昨天晚上为什么突然跟我说分手？我说分手了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像你现在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漠呀？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我干什么了呀？你干什么你自己心里边不清楚吗？昨天晚上你送他去医院，为什么一晚上都没回来？他自己一个人在医院，没有人照顾他。他是骨折了还是腿断了？他自己不能去吗？况且就一感冒，至于让你陪他一晚上吗？就因为我送他去医院，你跟我提分手，你至于吗？对，不至于，不至于你去和他过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是没给你打电话，刚开始还能想两声，后来直接关机了。我是不是耽误你俩好事了？我跟他又没发生什么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你让我大度一点，你就差把绿帽子扣在我头上了。他就是一个你刚认识没几天。我吧，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段语音什么意思？晚上你还是别回去了，留下来陪我吧。这样不太好。你哪儿弄来的？那天我就在医院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完了，咱们一起去吃饭，我给你夹菜，你从来不吃，你吃他给你夹。我劝你少喝点，你选择听他的，而从来不理会我说。那时候我就知道咱们俩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意义。你可以有异性，但你和他之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分寸，那不叫亲密，叫越界。咱们俩分手。